名人，赚很多。我前九号才搞了一个画展，从头到尾全都出版，很大了，规模很大，也很轰动。明天又搞拍卖的，所以我精神状况，他们说你怎么迟到？你怎么哪来这么多的精力啊？可能是去吃百奥莱的原因，不是可能，哎，一定是。还有一个我先生呢，哈，他也是更有例子了。男的可能是50岁以上的都有可能前列腺的问题吧，他也是一个晚上都2-3次、3-4次的。自从又使用了百奥莱以后啊，他现在好很多啊，有时候一次，有时候一次都没有。太好了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